你在冲啥？在冲啥？给我放开！怎么了又啊？最后消息。玉皇，你先弄啦！啊，你不是送回来，那受伤啦！我伤不要紧啦，紧啦！三太，我送来派人抓去啊！是啊。你讲啥？送来叫我抓去啊？哪里啊？拄只停车场，伊遐派人开一辆小车，甲三太载走啊！紧啦，紧快来报警，紧啦！啊，报警，报警！哎，未用，报警！啊，啥未用？那派人哦，甲三太抓去，一定是要钱的呀！啊，万一哦，咱若报警，伊若知影受气，甲三太安怎是要安怎啊？我看等你哦，敲电话来，看要来先讲啊！别等了啦，遐人不是要钱啊，还绝对是刘佳瑶不从把人做的啊。刘佳瑶，伊啥物掠三太啊？是嘛知影，真正伊把人想你开门去叫我，我甲三太是关于主动，佮加上即摆你的卖场生意变到好，一定是因为安尼扣分，才对三太下手。哇，这刘佳瑶可恶啊！系啊，哎，三太哦，已经对对，迄慢性人盲肠炎啊，啊，不然明仔载要开刀呢。万一这刘家豪对三太安怎，一定袂堪住，这是要怎啦？一摆已经知影是刘家豪，你避过来，今日真正找伊啊，叫个三太交出来啦！来，我起来。你不准疼，不是啦，小侄子啊，这摆拢什么时阵啊？你该化滚烫啥？你千万莫让这颗脏掉，王爷美男子给你卖去的。伊这摆上个重要的是要赶紧跟我做伙去听礼物啦。听礼物？是啊，我特别准备一份大礼要送你，我咧保证，你若是看了，你一定欢喜到飞上天。啊，是啥物啊？娘好啊，哈。不过我若是直接讲出来就不趣味啊。你若是想要知影。你跟我做伙去看，你就知影。小羊羊，真好吊人的面孔。好啦，我即马跟你做伙来去。阿母讲哦，我先警告你哦，迄礼物哦，若真正无你讲遐尔好，我伫个跟你烫光光吊伫天桥，大家看，好啊，当作是处罚你。你放心，我给你保证，我送你的礼物哦，绝对比这高张庭的身体更靠吸引力。真实嘞？当然嘛是真实嘞，我哪敢骗你啊！我来讲哦，这份大礼跟一般礼物无同，是你一定想要点的物件。哦，我知影。哦，今嘛来去听礼物。好，行行行，有这种代志。拄则我甲慧君去刘家的办公室要找伊问，不过刘家无伫啊，你敢知伊人即摆在倒位？伊拄则甲石子出去啊，讲啥物要送石子一份大礼啊？我想着啊，照刘家的讲话口气听起来，这份大礼应该是三太阿伯，因为伊是蔡廷基的杀父仇人。你就是讲刘家娶石子去见三太？是啊，不过刘家唔肯和我订啊。啊，这大事害啊！那万一即摆石子若起掠工？对大官做迄种无应该做代志，那代志大条啊！哎，天嘛，你赶紧对伊看卖下咧啦！看迄三太哦，捡到怎啊？掠去倒位？啊，你卡在讲啊？好，我知影。